有些难以找，还要耐心等待，仔细寻找，感觉很重要。宁可空白的书，等候一次真心的拥抱。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会遇到最的人出现在眼角。那次流过的泪，像我学习到，如何祝福，如何转身不要。在天黑前回到，与自己拥抱，爱不是一种需要，是一种对照，该睡的很美妙，却不能为了寂寞，又想要你走，爱要耐心等待，仔细寻找，感觉很重要。宁可空白的手，等候一次全新的拥抱。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会。我就算已经准备好，放手去让。